店的理念是想要传达一个日本的饮食文化与精神。那随着季节的改变，会有不同的菜色以及装潢。春夏使用樱花，秋冬使用枫叶，让消费者有不同的体验，不管在食材或者是氛围上面。那这样子传述的是一个日本的一期一会的精神。我们三金的产品基本上是以当季新鲜的食材以及日本传统的工法，想要传达让客人吃到当季当时的概念。新鲜食材的代表则是由我们鲜嫩多汁的太空菇以及我们的和牛牛排，再来工法的部分则是我们每日现熬的鸡汤以及手切的牛肉，还有我们最具特色的口袋牛舌，都是我们的特别的料理。想要带给消费者从我们店面的一楼到二楼，仿佛时光穿梭来到了日本江户时代的神社，吃着烧肉，换着和服，有仿佛置身在日本的感受。那实际的感受就让消费者直接来体验看看。